武魂世界充满了血腥和危险，但是又有无边的精彩等着你去发现。 我叫唐三，我叫小五。双生武魂是天才的象征，你却不愿意承认，那就是你另一个武魂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大声点，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武魂殿当年追杀我妈妈的人。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，哪怕学院成为垫脚石，也要让你们飞向蓝天。最后的冠军，只会是史莱克学院。史莱克计划，必杀！数一字，不代表数一辈子。你是唐昊的儿子，想杀他。